奇怪奇怪，这一只鸵鸟它怎么了？为何如此疯狂？今天有位小伙伴提供给了我一张远古时期版本图片，小伙伴们，你们玩过这个版本吗？如果玩过，可以在评论区中扣个一。我们看到鸵鸟冲进来的时候，妮妮被吓得水桶的水都流了出来，而且这个鸵鸟动机好像并不单纯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看，它把左右两侧的护栏都已经摧毁，摧毁了以后，这里非常危险。而在场的熊孩子幸好上前制止了它。你们看，熊孩子牵制住了这一只鸵鸟。其实这张图片中有妮妮，还有一个非常神秘的人。小伙伴们看左下角，他其实就是弥斯拉。小伙伴们，你们见过这样的弥斯拉吗？那为何这只鸵鸟要冲毁人类的围栏？小伙伴们，我和学姐发现，它好像是为它的野人朋友打开冲锋口。小伙伴们看到后面这两只野人了吗？它是野人猎手和野人，你们应该都非常熟悉吧。所以鸵鸟真正的身份可能是野人猎手和野人的老大，他才是野人世界的主宰。小伙伴们，你们觉得呢？